可以哦，要先喝口汤。瑞瑞瑞，来吧，蒙叔，我说你，蒙叔，我 beautiful eyes。嗨，普黑沙，你们写的好认真啊，这个酒。那 thank you。宝贝 ，stop， 休息一下吧。嗨，家人们，今天我们有新的栏目，我的室友要过来给我抓阄，来决定今天吃什么。来吧，这个里面我们学校所有的，也不是所有，大部分他觉得比较好吃的，因为我警告过他不好吃不许写，我以后拍什么我就抓到什么拍什么。来吧，蒙叔，我说你，蒙叔，我 beautiful eyes， 你可以自行打乱，你打乱就快点，我假动作，来盲人摸象，糊了没？糊了没？糊，我数三个数，就这个吧。不错哎，这还可以减肥。波波鱼好吃吗？好吃。包包鱼，包包鱼，糊了。对不起，哪天在宿舍打麻将，好久没打麻将了。嗯，以后就放在这个里面了。我室友开始跳绳了。OK， 我现在去拿快递，拿完快递以后去食堂。Go， 这个风我真的是醉了。吹啊，我的骄傲放松。这门已经关上了，那就买个螺蛳粉吧。波波鱼关门了，我买了一个你们可能要打我的东西。什么？螺蛳粉。嗯。啊，这个臭味我闻到了。我买的游戏本，我专门为了玩游戏，不是为了编导要剪辑和修图拍视频，不是为了玩游戏哦。嗯，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牛奶里面没有牛，对吧？臭！一起说个 Hi Pure Hand 沙吧。嗨嗨，这位少女，嗨那位深蹲少女，嗨半蹲，哦半个，一二三走。嗨 Pure Pure Hand 沙，嗨 Pure Hand 沙，先喝一口汤，不过这个汤有点臭。喝，妈妈咪呀。没有瑞瑞猴差评。Action， 先喝一口汤。瑞瑞鱼，妈妈咪呀！五竹想吃吗？打没？差评，没有拉音，打没？哦，拉一下。五竹想吃吗？打没？马西索，酸豆角呢？我虚惊一场的酸豆角呢？踩的？什么用脚踩的？不是辟谣了吗？我踩的。还有我踩的哦，你踩的，你用脚踩的，我吃你的，还有谢谢脚气。室友来收鸡蛋了，今天怎么这么硬啊？下次注意，什么的直接送过来呢？你肯定是瞌睡了给我，然后放在头上，假装是我头瞌睡了，是不是？对不起，不剪这段，没关系，他们早就想打我了。拉到耳朵后面去吃吧。今天这个衣服配这个头发真的忍不住，早知道以前就不弄那些稀里糊哗啦糊糊哗啦糊哨的发型了，今天连发际线粉都没抹呢。姐就是女王，自信放光芒，你若爱就来，脸臭美了，再不吃粉就没了。你这次不会上当了。网友说醋是不会过期的，放得越久越沉。等一下啊，我先吃一口你再放醋。等一下，不可以哦，要先喝口汤。瑞瑞妈妈咪呀，洗手，笑得喘不过来了，宝贝，要不要喝一口汤润润喉吧？呀呀，站起来！我跟你说，我差点喷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喷出来这一碗都是你的了。有些宿舍看上去表面和谐，其实明争暗斗，背地长征，就是这样的。赶紧吃，来，让我们滋一下。草莓想吃吗？草莓，给你，你再看是第一天还是第二天？好了，我不录了，不让你们偷听，我室友打电话了。下个视频再见吧。我这张波波鱼是放进去下次再抽，还是说明天去吃？明天去吃啊。抖音。